今年的全国风铃狗大赛当中，那都第三名的屏东站高树乡的果农胡宝聪，三年前选择为屏东县乡下牧民，考着之后选岗学习部分技术。我对自家最好的风铃狗，当家是亲转管理的方式。他表示，不凭只要本地真正了解抗天有几重要，所以是坚持摩托农法，可保消费者食力安全。最近的代志哦，向无去啊！三年前，因为病脑筋，个农夫白墙的太脑连续开两百多，使得短期的记忆完全磨黑。关门关来飞行高级技能来讲，最近有人同伊打招呼，但系伊煞完全认唔起到对方系乜人。三四十年前，有我熟悉的人哦，迄个向向走出来啊！啊，即卖人有诶，最近的人甲我讲你是啥，我也想无。啊！你若无厝，也无啥，就是落地足济嘛。虽然太老粗上无系部分的记忆，但湖北长沙无田边系做农以来所坚持的摩托农法同粗神栽培的方式，尤其伊在北平出现过后，更加做得体会安全农业对于人体抗天的重要性。囝的物件先甲咱去照，我的物件拢家己先食，会当食，较要互别人食。我无可能讲，这要别人食，这要互我食，我的随时拢是我家己要会当食的。在个人地不无限数据数化的势头，中逢两个有二十人人经验的湖北长江，每一期几条清流一类化，如何按本高数的养分做的充分本化包吸收，下边打出来的果农会太有甜，成为市场上第一级的果品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